结果没有到赛道，那就好笑。还真没有。好，来超跑了哦，催花辣手 3, 2, 1 Let's go。 加油，很少从这边开始的。接下来往左边走，碎了，这个转弯漂亮。再走旁边，哎，这台车是新的吗？怎么好像没看过一样？还蛮好开的，这几缸的啊，十缸还是十二缸？滚了哦！哎呦，会对撞哦，会对撞哦！哎呦，哦，闪过闪过，微妙的闪过。接下来我们再进去里面，这左边、右边、左边都可以，两边都可以，弯起来，弯起来。后面两台追来了，我、哦、这边走，这边。哎呦，你要弄你的喷射烫，啊，尬起来了，快！糟糕，后面两台白的，慢一点，免得滑了。好，各位马上去喽，上天台喽。进入时光隧道，快！这里怎么样？啊，糟了！啊，这边如果落后，应该差蛮多的了。我就知道，完全没想到他那边要斜着走，慢，他这边就有绿色的了，顺毛跟着绿色走，对不对？好呀，变 Jackie，OK，哎，六。六起来！哇哦！嗨，克里斯，果然是好兄弟啊，克里斯。可以哦，我们还没，来到空中乐园了。对，不要急，急不得了，现在回到第二名了。不要急。有吗？啊！大意了，糟糕，变十一名，这里的名次真的很刺激呢，不是多一个就是少一个。啊，go！可恶啊，还是没过。有啦，碎了，来到第五名。第三，目前来到第三。克里斯。古井兵龙卫，哦，这个车身真的都很刚好呢。慢慢来，我第一名，塞车了，你知道这个当第一名压力多大吗？等他转好，我们再下去。水哦。啊！我不想，我赶快走，我来帮你，你看多么棒啊！换我了 ，OK， 稳稳的上来啊！怎么现在变十五米了 ？OK， 要帮忙吗？不要好了，危险。谁？我应该给他懂嘞。我如果刚刚挡在他后面，他就不会掉下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走龙门。来了，各位，会不会过就靠这一次哦？没过要重爬，就是这样。Go！ 可以吧？懂！哦！哇，刚好隔近呢，这是怎么样 ？S 型哦，还有中间还有空洞啊，或者车厢啊。啊 ，QQ 了，哈哈，不能啊，超容易撞到那个 mark 的啦，哦，就这样慢慢过就好，卡着然后折过来就好。OK， 哎，就是安尼，
他还帮你做了那个招牌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啊！一口气冲啊！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我们要吃点，我要吃点了。来到这个维修厂的附近了，接下来又是我专门的喽。每次都说专门的。哇，高空的巴士。OK。哦，哇，爬这个车底的，叫叫，一次就过，一次就过，不要重来了。这重来也是麻烦。点放点放，好猛哦！用这个车子搭成的桥哎，不要急不要急，欲速则不达。OK 啦，好来，哪里？哇塞哇塞，居然还有这种方式啊！好来了，各位，接下来呢，这个要一次就过。没有让你失败的机会了，走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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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就这个样，给他爬上去吧！奥利给！啊！奥利给！好，我们再过来哈，接下来要往这个道路走，冲一波！哦，有吃到吗？有吃到吗？啊，我慢了一点点。好，停停停。碎碎碎，一个还有一个高，走吧。这种真的是很考验你的集中力哎。哎、欸，好好好，好好好啊！运气好，运气好，吃到点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走吧。哇，这个，用力冲啊！哇、哦，帅哦！它这个刚好有一个那个凸起来的位置哦，所以感觉方向要稍微打一下，你才能够上来，不然就会卡住了。哎呦哎呦，就雷在这里就好笑了。然后。哇哇哇哇哇！考验车子的极限啊！好高啊，各位，你看看，哇，一阵冷风吹过，咻咻。啊，这边都一样的，就是两个斜板。OK。啊！我刚吓一跳了，好，还好这边有点哦，我们吃个点，再连续往上爬。将来到最高的大平台，好，这边如果没吃到了，我就删游戏。Go！ 哦，还好还好，吓一跳。好，那我们往下走喽。各位要进水库了，等一下那边就是我们的终点，对不对？我们封面照就是看到水库那边有很多的树啊。Go！ 呜，飞超远了呢。笔直的降落下来，结果没有到赛道，那就好笑。还真没有。Go go， Let's go。有了吧，有了吧，有，刚刚好，咚。玻璃还震碎了，你看看，哎，没有哎，那刚是怎么样？好，我们来迎接这个树木的胜利了，好不好？来到木叶忍者村，等一下超多树木的。不要吹乌鸦嘴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是这里啦，就是这里啦，超多树木的。哎，拍照拍照，封面照，上次要用的时候忘记了。封面照，封面照，哦，这里帅哦！哎，好好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帅啊，这样帅。OK，Go、okay, go！
哇，这边好帅啊！哦，你看。